花莲县玉里镇印加果产销班第一班联手品牌商朴实购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和花莲市东大门牛排业者合作，把行动牛排车开到了位处卓溪乡北区的立山国小，利用多功能教室布置成为朴实购果行动牛排馆，请全校师生来吃牛排，并且由爱心大使带动小朋友一起唱歌跳舞、说故事、玩游戏。每年四月份是一个专属于儿童的欢喜节日，全国各地都有举办许多庆祝儿童节的活动。花莲县玉里镇印加果产销班第一班联手品牌商朴实购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与花莲市东大门牛排业者合作，将行动牛排车开进位在卓溪乡北区的立山国小。因为我们产销班有一半的班员都是原住民的朋友，那平常他们在农忙也没有时间陪伴小朋友，所以很多小朋友呢，从小到大呢还没有吃过牛排，也不晓得牛排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呢包了一整台的行动牛排车，开到校园来请小朋友吃牛排。利用多功能教室布置为朴实购果行动牛排馆，请全校师生吃牛排，并且由爱心大使带动小朋友一起唱歌跳舞、说故事、玩游戏，与小朋友一起感动欢度快乐的儿童节。那透过贴纸呢，来趣味性的活动，让小朋友在进入牛排馆之前就觉得，这是一项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那接着上来，我们有进行才艺表演，还有呢，有一个感恩回馈的活动，小朋友可以写贴纸，将一些感恩的话贴在海报上。透过这个贴贴纸的活动，让小朋友呢激发他们感恩的心情。由于农产品大多来自于玉里卓溪地区，为了感念这块土地赐予丰厚并且优良的农产，未来这品牌也将秉持取之于花东、用之于花东的初心，回馈给花东地区的偏乡学童以及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以善尽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记者高双双卓溪乡采访报道。